这种没开四度脸少女餐饮大亨龙幺幺亲密照曝光。我想刚才是各位观众朋友们眼睛业障太重，你们所看到的那个老欢颠，他讲的话一切都是假的，很久没有给大家看你看的啦，是不是？我已经有一点岁数了，但是呢，精神还是很好的啦。58岁薛志正当年以模仿李登辉、宋楚瑜走红，曾是曼谷固定班底，三度离婚后就淡出演艺圈。2003年断开前妻 Linda， 2010年断开前德门妓女陈萍，2018年断开地产大亨黄杰。那个从坟墓爬起来3次的男人薛志正没开四度啦。对象呢被曝是韩国烤肉店新麻浦海鸥老板娘秋杰。9月1号晚上，他们还合体直播哟。欢迎我们新麻薯海鸥。台湾的总代理兼老板娘，那么秋姐进场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耶！到底要叫你秋姐，还是千芳姐，还是你的一定有韩国名字吗？有啊。韩国名字怎么讲？苦春胖。苦春胖，秋姐的话怎么讲？苦姐。苦姐，秋姐呢？把她韩国的传统服装啊、哦。带他去现场了，好，我们现场直播就去秀有美有美，给他按赞分享下去，关键字大肠经好不好？大小的大，大肠的肠，大肠经，月经的经，不是，要不要开？当然要开啦，来来来，这个出活就让我来分享给大家，我来吧。你不方便啊？这，那我脚不方便，我手 OK 的啦。据了解，薛哥的新对象秋杰是认识多年的好友。日前他因为车祸导致左腿重伤，装人工关节。在秋杰的细心照料之下，两人感情也渐渐升温。Marco Carmody 的老板娘带来的调味料，他不是韩国大葱油，他吃不了咖巴无香粉油，胡椒啦胡椒。薛哥，你都欺负秋杰啊哈？我不在都欺负秋姐，不要欺负我啊！我呢？开玩笑，我还欺负秋姐，秋姐不要欺负我就错，差不了了。三立读者目击爆料指出，当天看到秋姐下车，贴心的搀扶薛志正，咱们薛哥也举起手手，很自然的搭上去，勾肩搂腰腰，一同走进他位在桃园的工作地点。而薛志正坦言跟秋姐是红粉知己，不止聊得来，最近也常有往来，但是两人没交往。而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会突破吗？他也没把话说死哦，毕竟缘分很难说的。至于会不会再婚，则是。顺其自然，等同打破当年不再婚的决心。小编在此先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啦。